在这边从七月初二一透早就来到大龙潭新台文化园区，要来参加2023罗岗的建造。这是南市府龙岗乡为了配合着七月份头一个礼拜全国一场安全周所举办的活动，吸引了将近2000位罗岗到阵行。大家要记得，今天的建筑晚的回到职场上，绝对要遵守承诺。后面这个大注目这个荧幕输出的部分，这是我们今天办理建筑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伟哲市长说，你带他们贵和鲜花，带他们假套咯，但是在职场上绝对要安全，他刚弄了当欢欢乐乐的回到家里，享受天伦之乐。这回路程受到大龙潭生态文化园区行到石拉雅宏观处，包括着市长吴伟铁、立委郭国文，也够济济议员贵宾拢到场，甲着跟朋友做回来建造，并且提起罗岗，平常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健康出门，平安回去厝。报名的就有2000多位，现场超过100000人哈。我们2023关田建造，好，我们。走出健康，走出职安，职安100%平安，跟我来。希望今天天气很好啊，6点等一下就要开始出发了。祝福大家啊，走出健康，走出平安，走出职安。除了建筑之外，这届也有请到南方讲堂的创办人王碧霞老师，也有木瓜音乐工作室带来精彩表演。现场也有免费抓人，也有一场健康相关的选择，让罗岗朋友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南台新闻网台观点综合报道。